吃不胖的小姨妈来了，我的天哪，香喷喷的面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据说这个是河北的那个板面，很地道的那个，那我就来吃一吃吧，放了一点点的火鸡料，哦，忍不住了忍不住了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爱吃面的？简单又美味，快乐翻一倍，好辣，眼泪要给我辣出来了，但是真的好好吃啊。可以搭配很多好吃的，哈哈，太美味了，这碗面煮得亮晶晶的，不粘牙，滑溜溜的又有嚼劲，柔润爽口，好 Q 弹爽口的面呀，肺活量都快跟不上了。接着吃吃吃，哇，这碗面也太长了吧，像不像传说中的过桥米线呢？再吃个大鸡蛋，沾上汤汁更美味，太辣了，可真的好好吃。太香了，吃个素的。吃板面一定要配上灵魂蔬菜，生脆可口的胡萝卜。再也不敢尝试辣椒了。接着打捞我所剩无几的大板面，太爽了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爱吃面的？感觉这一大盆面已经满足不了小姨妈了，要把面都扒拉干净，再来一根美味的火腿肠，菜菜也要吃干净，大功告成，哦，辣的，吃完大餐就一定要吃这个哦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吃什么，跟住我。